我也没好安爱啊，给你怎么到 MR 去培养够分。周浩斌，你今天这个是什么角色啊？这个是顾三娘啊。你瞧我。过来。生活嘛，认真做嘛。过来。哦，过来。你遇到了问题了。哎，你现在也会画了？没有啊，打底妆啊。底妆你会打？底妆都会打吧，就是入门，入门都要学会，第一场表演都要自己打底妆。你们这里应当搞一个更矮一点的镜子，你看他们都够不着。转过来，来一个帅的。OK。有没有？它是原生态的，没有伴奏的哦。有。啊，有音乐的吗？你刚才你能拿多一个棍子敲一下？这太少了，棍子了。快点拿两个棍子。他们的音乐就是手上两根棍儿，是吧？啊，来帮我拍张那个照片给他们。OK。这么棒的这个。其实邓医生，你得站中间。我站中间啊。好，对。来。来。我也想上去。叶先生，来啊！这么好的那个。对。先来个合影，你们别着急啊！谢谢关注，谢谢大家关注。三二一，耶！那个演员还没在状态，耶！再来一张竖的，三二一。再来一张 ，OK， 非常好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，来。哎，这个网络打。我已经在拍了。对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啊。来那个。可以了吗？跳吧。跳吧，大声一点，不要怕。的时候要有一个动作，不要一下就跑掉了，好不好？结尾来一个指使，不要一下就跑掉了。你看他身后那个，非常漂亮。他不时的有一些车辆帮我们演。好。准备了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拍点照片。
每次这个结尾的字都不连贯，没，这个结尾造型不连贯。